来，我在录影哦。打破我们班那个可怕的女生的破口，老师里面就只有我们班女生。我觉得你很机车。结果对老师很好。不会啊，这一季上是上课还蛮配合的啊。你的课都是叫人家怎么不要读书的？我哪有叫人家不要读书？叫人家怎么玩的？就算玩，还是我们班女生也是很懒的。对啊，是很懒的。不是那个少女维特的烦恼。圆环的渔船灯火，今天月亮很大，可是看到月亮，可是云太多了，看不到。